目前在这吼是七千八脉是包括啥呢？包括迄个督脉、啊尊脉、啊冲脉、啊个带脉，吼、哦、按着四条啊嘛吼，搁再来阴桥、阳桥、阴维、阳维，吼安尼都要八条，八条吼，所以七千八脉就对。啊，这个七千八脉吼、哦，就是伫迄个十二经脉。啊，十二经脉以外的，迄个旁支呢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旁支安尼。啊，但是迄个旁支吼、哦，经过伫这个伫这个近代以来吼、哦，有一个做花果轮吼。好、哦，刚才有一个郑州名家叫做花果轮，伊这个花果轮，伊这伫这个伫这个林脉吼，甲林东。伊在即个林洞里面吼，甲伊加入去伫迄个十二经脉内底，安尼伊才讲这十四经脉，讲十四经脉，啊其他别项伊就不讲了，吼、哦、啊因为即个林洞里面吼，林洞里面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对，啊不管讲是尊者也好啦吼，还是讲咱凡迄落恁入去讲也好啦吼。自古以来就是拢讲在要拍荒林道里面啦，吼、哦！自古以来连江湖人就是讲要拍荒林道里面，但是这个林道里面是要安怎拍荒，吼、哦？要安怎拍荒？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啦，一个方法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其实那是照医学上来解释啦，吼、哦！这个林道里面吼、哦，本来就是通的，本来就是通的。你人吼、哦，人的辛苦人吼、哦。这个365穴，吼、哦，十二经脉，搁七经八脉，安尼吼，365穴，穴都拢总是得通，每个穴位都是通的啦，无讲无通的啦。啊，那无通的吼、哦，就是讲这个人已经无元气啊，啊已经翘起啊，安尼这是会通的对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尼安怎讲呢？这个筋骨啊，吼、哦，筋骨就是。咱身体内底吼，身体内底的筋骨、诶经脉，就是一个网络，吼、哦，一个网络。啊，这个网络吼、哦，这个网络都亲像迄个雷达啊，雷达是个雷达网，伊雷达网就是断个中间吼，伊伫迄个范围内底，涵盖迄个范围内底吼，拢叫扫描的着。啊，你即摆人身体内底吼，诶，这个经脉吼，经脉吼就是讲有大络、中络、小络、孙络，安尼吼。有大条、细条，啊，搁较细条，安尼吼，拢总伫这个皮肤的表皮，拢总甲伊涵盖伫这内底。安尼涵盖伫这内底，不管是嘛咧通，吼、哦，安尼若无通，就是这个人已经翘起啊，人已经翘起啊。啊，翘起就是这网络，这个网络就是有电啊。安尼就叫网络就是电，所以人皮肤吼、哦，皮肤电阻，吼、哦，皮肤电阻，啊，皮肤吼、哦，那个这个血液内底有一个叫做肌电图，哦，肌电图，这肌电图伊个测试日内底诶，迄个皮肤表皮吼，伊个电位外观，有一种诶迄个仪器伫咧测试，啊，这种仪器测试吼，伊若发到讲这个人吼，安尼身体非常歹无相关系诶时吼，这个肌电图测试都不要吼，无电，无虾米电就对啦，无虾米电，啊，你一个人吼，那是迄个心脏若是伫要衰弱伫要无电气的时阵吼，迄人肌电图测试拢无。啊，即摆即意思就是讲呐，就是讲人迄个网络吼，人网络电已经无去啊，肌电图吼，肌电已经无去啊，吼，安尼就是有这吼，就是有这迄个穴位吼，即个就是有这。安尼就是说穴位闭塞，穴位吼，穴位已经吼不通啊，吼、哦、就是穴位闭塞的了。啊，所以就是讲来讲去，人的穴位根本都无需要开穴啊，吼、哦，就是无需要开穴。开穴就是你自然吼、哦，你人身体来使用，你人身体来用，你人迄个生物电，人的这个网络电吼、哦，网络电呐是经管来讲吼、哦，你迄个穴位不管是哪个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搁再碰一下电出来。搁再放下迄个电，放下出来就对。
啊，这个电呐放射出来了后，吼、哦，就变成一个光束，吼、哦，这个电呐放射出来就变成一个光束，系安尼。啊，光束吼，哦，还、啊、是讲吼、哦，就跟变成一个光环，就变成一个光环。那咱经过看起来了后，吼、哦，经过看起来啊，就有一个光环底下，迄就是吼、哦，生物电晶管，电位晶管，啊，按毛细孔，啊，你个细微就安尼放射出来就对。啊、所以一个人，你若是有修的人，有修炼的人吼、哦，就是有这情形。啊，安尼就安尼，这情形就发得开穴。吼、哦，开穴，你开穴师，开穴师本身伊家己穴位伫倒，伊家己来去搞不清楚了。全身的穴位伫倒，搞不清楚，要来开穴。吼、哦，啊，刚才讲穴位就是本来就是通的呀。吼、哦，人大概都拢是通的，唔免开穴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讲，你这个，互你大家了解一下。了吼，咱吼，咱这个将来吼，咱要共治病了，要安怎样吼，要共处理一挂这身体无爽快吼，要安怎处理，或者个另外一个方法吼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了对。吼，啊，即摆这个这讲来讲去吼，这是就是人是一个电位，一个电位管个计安尼尔。啊，即摆这个七经八脉吼，这七经八脉，这个任督两脉吼，就是伫这个经络内底吼。占到非常大重要了，这个非常大重要，就是根据咱这个中医理论在讲的吼，阴阳学，吼、哦、中医内底咧讲阴阳学，啊阴阳学吼，因为这个宇宙之间呐、啊、吼，宇宙之间吼、哦、都拢总是吼两个对立，两个对立，这两个这个两个就是有一个有两个对立吼，这产生这个矛盾出来。有两个对立，啊，这两个对立就是吼、哦，就是这个两个对立就是阴阳，啊，这个阴阳吼，就是永远就是矛盾的，安尼就对。啊，你即摆呢？即摆这个阴阳吼，你若脱离开阴阳，就是已经超出太极，吼、哦。因为这个好在想，这个中国五千年以来吼、哦，四五千年以来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魔术的思索，就是吼。哦伊诶，一个最大诶系统，就是一个阴阳学。啊，这个阴阳学吼，伊即个讲就是讲安那，讲宇宙诶阴甲阳，就是天地，吼、哦，宇宙诶阴甲阳，天就是阳，啊地就是阴，吼、哦，啊天诶迄个阴阳，就是日甲月，吼、哦，日属阳，啊月属阴，啊地吼、哦、地诶阴阳。就是水甲火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讲安怎，就是讲这个变化吼、哦，这个变化就是讲，这个刚刚这个是这个木结，吼、哦，木结啊木结了分判，吼、哦，有一句话讲叫做鸿蒙分判，吼、哦，这了叫做太极。哦，太极，啊，你若太极就已经就有容易啊。哦，这个太极，这个已经就容易啊。啊，容易就是阴阳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即摆这个五极，就是讲代表讲宇宙，啊，宇宙也阴阳，哦，宇宙过来就是变太极，有阴阳才变太极。那么太极，哈、哦，太极就是已经有。迄个宇宙啊有阴阳啊，这变成个天地，吼、哦、啊天地，这个天属阳，吼、哦、啊地属阴。那么这个天，这个天的阴阳吼，这个或者阳中各带有阴，吼、哦、阳中有阴，啊阴中各带阳。好、哦，你这个 T 属阳对不哈 ？T 属阳啊，那么 T 也够有阴阳，哦 ，T 的阴阳就是 T 的阴阳就是迄落日月，好、哦，哦，啊，这个 D 的阴阳就是这个水甲火，好、哦，因为 T 的阴阳迄个 D 属阳，好、哦、啊，月属阴，好、哦、啊，水属阴啊，火属阳，好、哦。那么这个人吼、哦，吼、
人有阴阳，吼、哦，天地人啊，吼、哦，人，人的阴阳就是这个精神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物质，这个精神，或者灵魂，灵魂属阳，啊，物质就是肉体，吼、哦，肉体属阴，好安尼。那么，搁再来就是讲，你伫这个天的阴阳，天的阴阳内底，伫迄落空气中内底，吼、哦，伊风云就是空气中的阴阳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来就是迄落，迄个子午，吼、哦，子午就是伫迄落天地的中间，伊的定位，吼、哦。哦，伊个定位会阴阳，吼、哦，安尼嘛，方位吼、哦，这个方位的阴阳就是南北，吼、哦，有南北个对，你若无南北，你就，吼、哦，你就无法度咯，你就无阴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，再来就是讲，人个阴阳就是讲，上部吼、哦，上部就是属阳，啊，下部就属阴，吼、哦。啊！伫这个上焦，伊躲在位界啊，躲在面顶个属阳，躲在伊个属阴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，像讲你男女就是阴阳，啊，但是男女阴阳中间吼，哎、哦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啊，你查甫属阳，啊，阳也佫有阴阳，啊，阴也佫有阴阳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即马一直甲分啊，即维系吼，拢总是阴阳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就是讲，你这个万物之中，吼、哦，你就是拢阴阳，拢两个阴阳对立。吼、哦，除了讲，你着修到一个程度，伊就脱出这个阴阳去啊。吼、哦，安尼吼，就无这个修这个阴阳来给它束缚掉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阴阳，安尼这个做中间，吼、哦，这个做中间，你该分较微细的，吼、哦。咱即马伫咧讲，就是讲，今日伫咧讲，伫迄个润都两脉，伫迄、那个。润脉这边好像这个属阴，啊后壁吼，后壁迄条这督脉吼，吼督属阳，啊这个润属阴，嘿，啊这个督脉吼，督脉属阳吼，伊管什么呢？伊管迄手啊脚，吼、哦、手三阳。哦，啊，脚三阴，迄个脚三阳，哦，安尼拄啊好吼，拄啊好六阳，哦，这是督脉吼，督脉本身管手三阳经，啊脚啊三阳经，安尼拄啊好，总管六阳经，哦，啊你来记哦，这个督脉吼，督脉总管六阳经，伊个交汇点吼，伊个交汇点就是大椎。好、哦，这个总管六阳经吼，伊伫这，伫这后边吼，伫这后边大椎这个家，这个阿门棍之后就大椎吼，这点吼，这点就是吼，手三阳经、脚三阳经，这个家拢总经过家对吧？有经过家交汇，吼、哦，啊这真符合对现代生理学哦，真符合哦，真符合就是讲安怎符合呢？就是讲你这个人吼。哦你这个人的迄落感觉神经的感觉啦吼，感觉神经就是讲，哦，我手摸到迄个去滚水烫着，啊，我手就会怎啊，揪断啊，这揪断的吼，这就是神经吼，神经也反应，吼，神经反射起来，啊，到这个家里后吼，到阿妈棍这个家直接后边这个叫做脑干啦。那么直接盐，我顶礼拜讲过，直接盐水部位吼。加有一个叫做迄个立体交叉的神经，吼、哦，立体交叉的神经到这个大椎啊，这里是这手啦，那左边这手吼、哦，这手安尼烫着，啊，即马马上反射到这，到这个两骨，这两骨脊椎，马上反应到这个脊椎，啊，脊椎就是经过这个大椎，啊，然后去到脑干，啊，脑干伊才走往这边来，吼、哦，走往这边来，这就是。这就是立体交叉，对不对？那人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
啊，所以讲你即摆那中方半身不遂吼，这边的半身不遂就要治疗这边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好，这是这个家吼，比这个家这个神经较差。哦，所以这个大椎吼，这个、大椎就是迄个手的三两肩，甲脚的三两肩吼，伊一定到这个家，吼、哦，是较差过去的对。啊，你即摆吼，搁一点就是讲大椎也功效，大椎也功效也下联。下联，好、哦，这个下列的，好、哦，先是你人啦，阳性病啦，哈、哦，阳性病就是讲发烧的，好、哦，这属于阳性病。阳性病哈、哦，你按大椎这个所在，看是要给各位啊，各区别啦，各按怎样哈，按这样哈，啊，伊就伊的下列，啊，高血压哈，啊，也降落去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是。那是比如讲伊个放血啦，还是拔喉管啦，吼，这种是吼，吼，啊，你呐手甲我们家也是同款，吼，同款有效就对，吼，这就是迄个这，我即摆甲恁讲的吼，是一个大综合的吼，一个大综合吼，也有包括着医学的，包括铁学的，包括这个骨学的啦吼，这个种种我。是甲恁讲即综合性个就对啦吼，啊不过器官人们大家都会变，到时阵看恁要安怎样去，吼、哦，拄着 case 互恁，啊看恁要安怎去处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器官在两边个，看恁是要安怎变，到时阵吼，看个人个手腕安尼对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我是讲甲恁讲一个迄个讲练互恁，吼、哦，啊最后，吼、哦、有患者要出恁，啊有 case 要出恁，啊恁要看要安怎什么方法，啊足是种个方法，啊看恁要练即落。临机应变，看你们安怎去应变，吼、哦，迄到时阵吼，唔免讲一定要照老师讲的安迄种方法。老师讲的方法唔是一成不变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细化个人会变，到时阵看恁安怎样去处理，迄就是个人的方法就对。吼、哦、啊，不过这上个重要就是任督两脉内底吼，你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了解。你若无了解吼、哦，你将来吼、哦，你无通掌握迄个方向，吼、哦，这一定要记吼。哦好啦，啊，即摆吼，即摆咱按这个按督脉成骨，吼、哦，就是七经八脉内底吼，甲咱这个练功有相关的，吼、哦，甲练功有相关。其实练功有相关吼，这个七经八脉拢总有关系啦，拢总有关系。啊，拢总有关系吼，啊，我是按怎样刚才甲您讲，所以督脉、甲任脉、甲冲脉三条经脉，这三条经脉就是讲，伫咱即摆咧练功的中间吼。哦有配合到的，吼、哦，有配合到啊！我甲你讲这個重点，吼、哦、啊，其他吼，迄、哦、阴小脉、阳小脉，你管的迄较无重要，迄就是讲实际，恁要遵照，恁要共遵照要用的，吼、哦，迄就较重要。啊，你若无要遵照的，咱都用个气功治疗方面的，因为这个三条经脉，迄个常识啦，迄、那个常识，迄个常识，你不拜不拜，吼、哦，唔拜，你就到时候你唔知影原理啦。吼、哦，唔知影原理，吼、哦，你着讲手按只较有咧，啊，只有咧什么意思？吼、哦，你都唔知影，吼、哦，吼，啊，只脚床头只有咧什么意思？你都唔知影，吼、哦，这个上个基本的吼、哦，你不捌以后，你着捌迄解剖，吼、哦，你唔捌解剖来讲，吼、哦，你着唔知这人体的构造，吼、哦，安尼着，你着变作讲真盲从，啊，真盲目，安尼着唔好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来，那这边翻过记啊，吼、哦，来记啊，吼、哦。那记啊，这里、个，这里、个、其中，这里、个、好多啥，这里、个、经络循环，吼、哦，拢总有四条，拢总有四条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四条，吼、哦，我看安尼，吼、哦，我请一个来念。经络循行是探讨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按第一条开始，啊，我再来给您说明。好，安尼，哪一位同学要起来念？较小点的好，来，你两个小姐，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来按第一。一，起于少腹包中，下底阴气。到会阴部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肠小穴哈、哦，肠小穴就是脊椎，
哈，无注意恁会记哦，查一下。这个看这张图，哦，这张图图一，哦，图一这个，哦，图一，我看这张图，这个长响穴哈，就是伫无注意就对啦。伫这个，伫按这开始，哦，无注意，啊，无注意，伊这起来吼，啊，沿这个腰起来，啊，到这条直直起来，到阿妈棍，哦，啊，撸到脑，哦，到这头，到头壳，到头壳。吼，啊，再来，甲这个，吼，撸到脑，啊，这个到这个水沟，啊，到这个嘴，这个吼，这个龈交穴，吼，到起龈遮啦，到起龈，伊个中关穴吼，就是伫迄个起龈遐迄个所在。所以督脉吼，督脉伫咧行方向吼，都按遮起来，啊，到遮，啊，头壳中心，甲经过百会，经过百会，啊，到这皮头，啊，然后到这顶轮。来对营销，吼、哦，去起营销了对，好、哦，这是督脉在咧行，啊，这督脉穴位吼，拢从27个，吼、哦，按你也算起吼，按你也算起，个头啊，这个只拢从27个穴位，啊，这27个穴位吼，确定了我会甲您讲，吼，多一个穴位重要，较重要，我会甲您讲的吼，哦，这是第一个吼、哦，来，再来第二。好，这个臂腧穴哈，臂腧穴就是这大腿啦，吼、哦，内底这内底有一个臂腧哈，臂腧就是这大腿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第二个哈，这第二个你即马在看图啊哈，吼、哦，大家看图啊一下哈，变过来哈，那个看伊这个按尾离骨端哈，就是尾离骨端就是无椎，吼、哦，啊无椎哈，伊这就是按。这个会阴穴哈，好、哦，按会阴穴，按会阴穴，会阴就是会阴穴就是大小便的迄中间，好、哦，大小便的会中间就是会阴穴。那么以会阴穴哈，啊，然后经过迄个足少阴，好、哦，有一个足少阴哈，这足少阴好就是肾经。哦，足少阴就是肾经，心就对啦。那这个心哈，肾经就是行这个内底，行这个大腿内底，好、哦，就是肾经。啊，肾经哈，伊即马这个底下的会阴穴哈，阿里阿这层行这后边来，肾底这个内底这个家，哈、哦，啊经过这个臂腧穴，这臂腧就是这个这边啊这个尻川背这边啊家哈，到家来，啊舍这个臀部，就这个臀部加十几厘。哦，这个咱叫这阿伯，这个骨盘啦，好、哦，阿伯这个骨盘，你要看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骨盘，啊，这个骨盘才设计的，所以这个坐骨神经痛的人，吼、哦，坐骨神经痛的人，拢参心有关系，参肾经有关系，啊、哦，啊，佮参督脉吼，拢总有关系的对，哦，这就是，而且行起来啊，设计的，好、哦，设计的，这个经脉吼，就是安尼的行，啊，最后吼，设计的喏。是一年最后哈，哎，一个入，再个落顺，这个入参药剂哈，哎，经脉这个修炼掉了就，好、哦，一说一年了哈，最后了哈，好、哦，最后就是落顺上，伊安尼说一年，哎呀，这个也经脉这个该落为顺上，参这个药剂个割掉了就，好、哦，落为顺上，来第三。好好，啊，恁来，咱即下看图三哈、哦，图三，这个图三哈、哦，图三这个看咱这个，好、哦，伊这个伊经脉在咧行哈，经脉在咧行，安尼讲较紧啦，我先来各位介绍一下哈、哦，咱人的后下筋呐，后下筋套这个腰筋，好、哦，这个讲一条了，后下筋套腰筋。腰筋吼套阿妈关筋，
啊，阿妈赶紧吼起来套这个两边这个头壳的这这两边边啊，这这两个角角的吼，啊，你后来套这个白手巾，吼、哦、套白手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人讲斩断后下筋吼，啊，你这个这个腰吼、哦、就无力气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即个搁再来就是讲，那去闪着啦，闪着后下筋啦，后下筋来去拽着啦吼。啊！你即腰啊，先刷，一再牵起来，啊，颔仔骨啊，先刷牵起来，啊，目睭啊，先刷先模糊起来对啦。吼！啊！你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咱搁再有一句话讲，讲人若败心，啊，目睭都模糊。吼、哦，肾脏若无好，啊，目睭就视力模糊。吼、哦，目睭都模糊，即、這個、原理就是安尼。啊！你即、這个，伊即个静脉在咧行吼，拄啊行来到遮，吼、哦。行来到这，啊，行来到这吼，这个也穴位吼，好、哦，一些穴位，有一个穴位是转足穴，转足穴里头呢，伫这个这两个这个这个白白的头啦，好、哦，白白头啦，啊，这样白白头吼，白白头落来，过来就是睛明。这睛明，睛明穴也穴位就是伫遐目内眦，目内眦就是这个、这个、这个目睭吼，目睭的这个内角，这个叫做目内眦，吼、哦，这个睛明穴。啊，变这个睛明穴吼，那些伊讲，这些伊直直讲来讲，做内管，吼、哦，那这目睭叫做内管啊。啊，那这个人，一道老目油吼。一人打麻油，就是这泪管阻塞，吼、哦，这目睭吼也泪水啦吼，咱、哦、的泪水吼、哦、不管是就是伫咧分泌，啊泪水分泌按倒来呢，就是按这边吼、哦，按这边，啊个这边，伊两这两边有一条迄个泪大条泪管，啊流来目睭，啊目睭来目睭斜斜的，目睭连斜斜的，啊将流往这内底，只流往鼻腔内底里边。吼、哦，流鼻腔，所以你像点白油甲点落去，迄白油水就流啊流啊落去，吼、哦，迄即个是即个泪管安尼头落去就对了。啊，咱普通一道吼，会流白油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吼、哦，较白心啦，身体歹啦吼，即、哦、个原因。佮第二个原因就是啊，即泪管阻塞，吼、哦，啊即、這个泪管阻塞就去哦眼科的吼，按通通的，按通通的，啊即马通过了吼，伊泪水吼已经袂流往外口出来。哦，伊这个内水就袂歪意了，哦，就袂安尼，袂安灌出来，袂安流安刮出来，哦，这就是一个基本常识。啊，我唔知影，吼、哦，我唔知影，都身体都好好啊，白油泼过流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这就是一个常识。啊，有食药啊，食较侪嘛无效，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这个静脉在咧行，吼、哦，就是安怎呢？就是按这行起来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个睛明穴哦，啊，睛明穴，啊，这行起来两边，行起来，啊，行起来吼，伫、哦、这个这啊行起来，吼、哦，行起来，啊，这个行起来了后吼，这行起来了后，啊，这到这颔仔骨这，沿这两个凹孔，吼、哦，沿这两个凹孔，那看这两，这经过这个风府啦，这个后边两个，这两个吼，我那这两条筋有无吼？这两条筋，这两条筋吼，以前按这行起来。啊，经过两个筋呐、啊，这两条颈筋，叫做颈筋，颈椎的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吼，加这颈筋，啊，过来这个，再按这个两后边两条，这两条扳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扳筋，这个扳筋吼、哦，这两条扳筋，所以吼、哦。或者理筋呐，吼、哦、理筋，啊这理筋吼、哦，这理筋就是迄个足太阳经的，哦，这两条板筋吼，伊、哦、就是十二经脉内底的足太阳膀胱经，哦，这算筋骨，这筋骨吼，筋骨的经脉就是足太阳膀胱经。啊，这足太阳膀胱经吼，
行来到这腰子家这个所在，甲肾脏这个腰子这个所在，啊，伊即马吼，你个看这图，如何安尼落来，如何落于肾脏，吼、哦，如何落于肾脏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落来吼，啊，落于肾脏就对吼。哦来，过来。四，由少腹直上，贯子中央，上贯西部喉，上移环唇，上系两目之下中央。好来。按此自少腹直上者，即人脉也。而本条例为督脉，故起玄子引古经云：任脉循肺为之督脉，自少腹直上者谓之任脉，亦谓之督脉。好好好，咱即摆个看迄、那个图案吼、哦，好图案。伊即个较早伫咧讲个吼，较早伫咧讲就是讲，迄、那个任脉甲督脉吼，即两条脉啦吼，即个一个硬壳啊，一个循环，一个圆圈呐、啊，一个圆圈伫咧循环。所以即个圆圈伫咧循环吼，咱即个佛教即伫咧讲讲，即法轮常转，法轮常转。哎、啊，即个是一个轮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。所谓法轮常转，就是讲，你一个人，伊的精气、伊的经脉吼，不管是就是在运转，就对。嘴开就袂运转哦，吼，伊这个诀窍就是嘴开就无在运转，啊，嘴若合，舌底三二，安尼就是伫咧运转啦，吼。因为这个舌底三二吼，喙齿都在里面吼，就是像像迄电已经压住落去啊，吼，电压住落去啊，啊，安尼就是拢伫咧运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咧做禅呐，打坐啦，嘴无开开的，吼、哦，无会开开的，开开就是吼、哦，不能搭天桥。咱咧讲，就伊一个术语讲搭天桥，搭天桥就是迄接天的线接不着，吼、哦，安尼。啊，即马即个拄伫面顶，安尼就是法轮在咧运转的着。那么法轮运转吼，伊、哦、即个头前这条经脉吼，吼、哦，来头前这条经脉，头前这条经脉吼，这条、個、润脉，这润脉吼，它起以包装。哦，气包装，这个包装吼、哦，这个包公，这个、包公吼、哦，包公伫到伫迄个好、哦，来这个，伊这个包公的正确位置啊，哈、哦。哎，这个包公吼、哦，正确位置就是伫迄个七骨甲中脐的中间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七骨也穴位伫迄、那个伫迄个脐下吼、哦、五寸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中脐吼、哦、中脐就是伫脐下四寸呐、啊，好安尼，好、哦。哦，这个包公，这个包公吼、哦，这个包公讲起来吼、哦，这个包公就是下丹田，就是下腹丹田，好、哦，下腹丹田。那么下腹丹田，这个包公吼、哦，就是生气之眼。哦，就是生气之眼，就是咱元气吼，诶、哦，迄落发源地了着，啊，迄落元气发源地吼，也是迄个电，吼、哦，迄个电的发源，迄、那个电厂啊，电厂诶，诶，迄落发源地，啊，这个包公吼、哦，包公，搁一另外一个名称，好、哦。另外一个名称，好在海底线，吼、哦，因为伊这里上盖下啊，吼、哦，上盖下啊，伫包公底下的七骨吼，那、哦、就我咱这有一这个，这七骨吼、哦，七骨它的医学正名叫尺骨了，吼、哦，以下的名称是尺骨，尺骨就是这个
这个骨啦，吼、哦，这个骨啦，安尼，这个耻骨，底下的耻骨啊，好在耻骨的面顶，吼、哦，耻骨的面顶，啊，这个中脊穴哈，就是底下肚脐也四寸，肚脐也四寸，啊，肚脐四寸各都骨五寸，五寸就是耻骨，啊，拄啊好在五寸甲四寸的迄个中间，迄、那个一个隔膜，遐，遐就是遐就叫做海底，海底穴，啊，遐就是叫做生死之眼。好、哦，啊，生死之眼呢？你即摆这个静脉伊安怎行呢？伊这个就是伫这个遮吼，伫耻骨伫遮，啊，伊这刀锋这个遮吼、哦，你这个人呢，在静坐，在静坐，在咧竖腿的时阵呐吼，竖腿就是讲，起安遮竖落来，啊，到遮竖到这个下腹部，下腹部，啊，下腹部吼、哦、会大，下腹部会大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起伫咧竖。伫咧竖起的时阵吼，迄小是风啊，吼、哦、风，啊风风就安怎？风就是像咱伫咧，吼、哦、风就爱火啊，啊风助火势，吼、哦、风火上高，吼、哦，咱即摆这个，比如讲发生火警啊，吼、哦，你若无风伫咧像，无风伫咧吹吼，伊这个迄个。迄、那个火灾吼，袂真严重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这个，咱较早伫咧讲修行吼，咱咧讲这个炉鼎，吼、哦，咱咧讲炉鼎对无吼、哦？这个炉就是伫遮啦，吼、哦，炉伫遮。啊，这个炉伫遮的时阵吼、哦，这个香炉，吼、哦，咱比如讲安尼啦吼，比如讲迄灶啦吼，灶就啦吼，啊灶坑内底。有一个火种伫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火种吼、哦，要让伊火燃起来，你得爱两项，一项爱茶，吼、哦，柴火，一项爱茶，啊，一项爱风，吼、哦，啊，风就是爱火梗去滚啊，咱较早讲火梗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火梗就是伫遮地方就是火梗啊，吼、哦，火梗输入去滚来到遮，啊，滚来到遮的时候，这个风滚了去了，这个火才会燃，火才会燃，吼、哦。啊，火焰吼，火焰啊，风火上高，风火上高。啊，即马再来吼，伊只鼎吼，只鼎，即算一个鼎，一个弧形一个鼎。啊，只鼎内底对啥？对水。啊，水就是咱人的一款迄个火，即、這个火人吼，吼火甲水啊，咱反正咱人内底就是有火水嘛吼。啊，即马即个火吼，用个风伫咧甲滚。风那个火，啊火就燃起来，吼、哦，火就燃起来，啊火燃起来，这个下腹丹田就发热，吼、哦，下腹丹田发烧，啊发烧，下腹丹田发烧了后吼，伊即摆即搁再来，就开始水就滚了，吼、哦，咱假设讲，你这个灶内底，灶啊着一个鼎，啊一个鼎内底放一挂水，啊水要互滚内底，你着爱火着爱燃啊，啊燃啊火毋才滚着，万一水才滚啊。啊，水在滚吼，伊即马就水蒸气就压起来，就压起来。啊，你即马你这个热度若高的时阵吼，啊，身躯就会开始热度会关起来。啊，身躯热度关起来的时阵，就会开始身躯就四十八汗，就流汗。吼，啊，这个流汗吼，咱就讲说故意，吼、哦，流汗。这个是拢一挂术语啦吼，一挂名称一挂术语吼。这个木易就是安尼，龟身躯用个肝吼，伫咧个咧洗身躯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肝洗身躯，啊肝洗身躯吼，伊按怎呢？伊这就是拢这个肝的水温啦吼，伊的蒸汽哦，来滴发起来蒸汽吼，就是爱会按毛细孔，吼、哦，按翘按毛细孔，啊搁再来穴位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这身躯内底，咱人身躯内底吼穴位吼密密麻麻。实在讲是密密麻麻的对啦。你讲365个穴位，即摆现在新发现的吼，要甲上1000个穴位对啦，吼、哦，吼啊所以讲像讲我研究宗教专门来讲，我嘛干呐知影讲，迄正统的穴位安尼啦，其他的好是啥？其他的穴位吼，好在奇穴，这无法度人用个证明，无法度人去用个正确的名称去甲伊命名，啊所以讲是奇穴的对啦。啊，身躯这个包括整个器械，唔蛮规整的，密密麻麻，甲毛细孔同款的对啦。哦，啊，即摆这个
这个身躯咱人这边现在这身躯会流汗吼，会流汗的原因就是安那，就是神经亢进，吼、哦，神经亢进。啊，这个神经亢进吼，就是伫咱人内底有两部分的神经，一部分就是交感神经，甲一部分副交感。那么以交感神经吼，一亢进哦，交感神经亢进以后，交感神经它的电位就升高，吼、哦，以电位升高。啊，电位升高吼，伊规身躯吼，即规身躯。电力升高了后吼，伊就有一个迄落身躯内底就外口吼，就有一个光环造出来，规身躯就有一个光环，安尼，啊这光环按出来，按这身躯内底放射出来，那敢若你一拍电火，一拍迄落电火吼，你即摆开光起来了吼，你外表甲看伊一个光环，吼，安尼对吧？啊，你人这个原理吼，这个原理就是安尼对，啊，所以伊即摆这个润脉吼。这个润脉也走向哦，好、哦，也走向你来了解哦。督脉哈、哦，督脉按哪边起来？按哪边起来？到这，到这脆臀这个这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个润脉也走向按这起来，好、哦。啊，到这脆臀这个这，嗯，就顶臀跟下臀呐，好、哦，顶臀跟下臀。啊，你若随开开吼，伊就袂压住了，好、哦。啊，你人若在修行，你练功，就是随一打。啊，嘴一干的吼，伊迄个阴阳殿就结束，吼、哦，就已经结束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润督两脉在咧行吼，移动中心安行起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有真侪吼，真侪迄个人拢唔知影吼，拢都无去深入个研究这个经络学吼、哦，有诶唔知影吼、哦，以讹传讹吼，安、哦、尼就这个传安尼唔对，吼、哦。一直传落去拢唔对，安尼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较早人拢讲，哦，四弯来，啊，才行后壁去，安尼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一日，但是按一日是一，安尼一日吼、哦、是一部分尔，一部分尔啦，一部分啦，即督脉伫咧行，吼、哦，督脉伫咧行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咱甲第三步讲，吼、哦，第三步讲就是讲要互恁修炼，甲讲你即个气吼，安、哦、只起来，安只起来，起来到遮，啊，到遮的时阵吼。哦伫这头壳，伫这内底只交汇，啊交汇吼，交汇啊了后吼，咱人吼，咱较早咱有一个讲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玄关，有无？咱不听人讲，玄关就是心室窍，吼、哦，心室窍嘛，啊玄关心室，玄关就是只，吼、哦。啊，两眼之间，啊，玄关穴，啊，玄关穴是按照那讲出来生死窍门的，因为这就是咱人的灵，按这个出入的，咱人灵性吼、哦、就是按这个出入的，好、哦，而且就有根据哦，这根据是根据现代的医学解剖，现代医学解剖就是讲啦，你这人这头壳这叫做前，我顶礼拜讲过啊，这头前叫做前额神经，好、哦、前这前额区啦，好、哦、前额区，啊这两边边啊，吼、哦，或者内。这个就是额叶的，吼、哦，顶摆我讲过，讲是额叶，啊，这边啊两个边啊是内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头壳面顶叫做顶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头壳凹凸啦叫准叶，枕头枕，吼、哦，准叶，安尼就对。啊，你即摆这个头前吼、哦，这个额叶啦，这个额叶就是啊专门咧观啥呢？观人思想，负责咧观人思想、记忆，啊个运动神经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在语言，吼、哦，啊，搁一切即个反应传导，即个是或者精神性诶，反正叫迄个主导中枢。那么精神性，所谓精神性就是灵性，哈、啊，人的灵性个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人无灵性，啊，你讲就像一个人都翘起啊，啊，翘起你都无反应啊，安尼啊，啊，那么它的主导地区就是在这个，啊，额头这个地方。好、哦、啊，额头这个地方哈，接来电哈，而且伫按这玄关地板，啊，伫这顺门家，安尼地板底下下卡哈，遐、哦、有一个迄落医学上的名称叫做松果体，好、哦，接来电，伫接来电，这塔卡来电加就叫做松果体。那么这个松果体哈、哦，松果体底下阴啊哈。迄囡仔，迄条肾门也无关闭的以前，吼、哦，出世囡仔吼，出世囡仔吼，你个看有诶吼，伫一档内哦，
啊，伫咧睏的时阵，伊家己微微啊笑，吼、哦，家己微微啊笑，安尼啊，有本多自然的表现，对无吼、哦？啊，因为这囡仔吼，伊这意识无开啊，意识无开啊，啊，但是伊是按怎会微微啊笑啊？迄个是伊吼，伊本身松，伊这个松果体吼，松果体伊这个顺纹还没关闭的时阵，松果体自然反应叫做视力目睭，吼、哦，视力目睭就是这两粒目睭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两粒目睭。不是讲生日白露也唔是安尼啊，更两粒目睭就是它先天性诶，迄个灵诶灵诶感应了了。伊像讲伊用目，啊有看到即无形的吼，即、个物件吼，啊无形物件有时啊看了有时啊惊啊哭，啊有时啊看了吼、哦，像讲无形的话，甲伊看到伊会欢喜安怎吼，安尼就着伊会笑吼，迄就是按双果体的反应。啊，你即摆呢？你即摆伫即前头区吼。牵着气的时候，直接松果体吼，你呐，因咱咧练功啦吼，咧练功，伫咧练一波功的时候，我即个造果顶，即造果顶爱有一个意念，就是讲即个气贯入脑，啊，打开天门，吼，所谓天门就是爱打开即个松果体，啊，打开松果体，互你即个松果体吼，你个这样打开吼，你个人的感应比较灵敏，吼，比较灵敏。一个恢，一个再恢复个少年迄个时代安尼，较灵敏，较袂讲嘛，继续伫咧退化，吼、哦，即原因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去过去讲就是讲，拄只吼，迄、哦那个咱迄、那个督脉吼伫咧行的路线四条对无？四条，但是即其中一条是准脉，即个准脉吼，啊，其他三条，吼、哦，其他三条就是讲第一条就是伫迄两骨的中间，而且后壁即条脊椎骨吼。哦再起来一条，吼、哦，再一条，到头前来，到这个，吼、哦，这起人家，吼、哦，搁第二条，伊伫迄个包公，吼、哦，伫个包公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伫任脉、督脉、冲脉，伊这三条经脉，吼、哦，伊个精气拢伫遐出发的，拢伫迄个包公遐出来了，对。啊，伫个包公出来了，伊再经过这个大腿，这个内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舌安遮出来来，到遮来做一连。伫这个后壁，这个骨盘才设一点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后壁两骨来咧算吼，你个将按顺序个处理就好啦。那这意思就是安尼吼，啊，安尼白姓的人，这又让我算啊，迄原理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伊即摆直接设一点了后，啊，伊最后伊的经脉就藏这就跟灌咱这个油气在这里边，吼、哦，这么第二条啊，吼，啊，第三条经脉就是讲直接目睭遮。好、哦，把酒加这个加，再开始啊，用这个后边后脑起来，啊，将起来了，啊，落来到这右肢，插这右肢结束了。好、哦，安尼，这督脉，伊三条经脉吼，上重要啊，就是安尼的对。好、哦，这上重要。啊，过来吼，过、哦、来我顺便甲各位讲一下吼，好、哦，你个看图一，画图一。嘿，这个图一，你个看吼、哦，咱这个，这是我甲各位介绍过吼，这只头是颈椎，阿妈棍这只是颈椎，吼、哦，这颈椎吼、哦，伊神经有八对，吼、哦，你记起来，这颈椎神经有八对吼，啊、哦，颈椎，这颈椎神经都甲大椎为止啦，甲大椎为止，这个加神经有八对，那么按这个按大椎度来吼，大椎度来到集中，吼，到这集中，这到集中吼，才有这胸神经了。这段吼，大椎度来加到这集中这个加这段吼，这胸神经，这段胸神经有十二对，吼，到集中加你个记的啊，才有十二对，吼，啊，再来这个悬殊吼，悬殊开始哦吼。这弦书就是，好，那我咱普通拿去就一个。就这点功吼，啊！你比如讲，这腰都酸掉啊吼，啊！你去做点功，
啊，就连讲吼，收起来吼，伊讲先生会甲你讲，哦，你第几目先不起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会甲你比，假设讲第一目先不起，第一目伫倒呢？按贤书开始，吼、哦，按贤书开始，贤，即、這个贤书就是右的第一目啦，吼、哦，右第一目。啊，咱按这边顶算来吼、哦，就是十三椎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十三椎，贤书就是十三椎，啊。西医在咧讲，就是讲第一目，就是按贤书开始。啊，你甲看吼，伫这胸神经吼，伫这胸神经有八对，按大椎落来，如何到这个贤书面顶？贤书以上，大椎以下，啊，安尼好做胸神经八对底下，吼、哦、八对底下。啊，再来吼，按贤书开始，甲阳关，吼、哦，加就是有。腰神经，腰神经吼、哦，这个叫做腰神经丛啊，好、哦，这个好、哦，按这个弦书跟字跟阳关吼、哦，这个就叫做腰神经丛，好、哦，啊，拄下按大椎开始跟弦书这段号做胸神经丛。胸神经丛，啊，底下的面大椎面顶吼，大椎以上，吼、哦，大椎以上，啊，加底下的迄、那个风府以下，吼、哦，风府以下，叫做颈神经丛，哦，好、哦，这在好这，这在这颈神经丛。好，这里的分布就是这条两骨啦，吼，面顶就是颈神经丛，过来就是胸神，过来就是或者胸，哦，胸神经丛，啊，过来就是腰神经丛，哦，啊，腰神经丛过来就是啥呢？过来就是腱，哦，过来就是腱神经丛，腱神经丛是对应的，底下的按阳关穴以下。哦，甲长强，不腰神诶，这个阳关穴以下哈，甲腰俞，好，甲腰俞，好，伫阳关穴甲腰俞这段神经好在腱神经丛，啊腱骨腱啊哈腱神经丛，好啊，那么这个长强哈，哦这长强穴哈。这个长强穴就是有这尾椎，哈、哦，尾椎的，哦，这尾椎神经，它刚才听，这个尾椎神经刚才有几对呢？刚才有几对？哦，啊，你这个会记哦，这颈神经丛有八对，哦，啊胸有十二对，啊腰哈、哦、腰有五，哈、哦，就腰有五对，啊这个腱有五对，啊腱有五对。啊，这个长强，这个尾椎神经有一对，安尼讲起来吼，都要三十一对啦，吼，安尼讲起来都要三十一。啊，咱即马伫这三十一对的神经啦，吼，三十一对的神经，伫迄个风府以下，它大椎这个颈神经丛吼，颈神经丛专门咧管这个手臂，好，你得记，专门咧管手臂，好。好、哦，啊，再来就是迄、那个胸神经哈、哦，胸神经有八对，哈、哦，胸神经有，不胸神经有十二对，胸神经有十二对哈，伊、哦、管这个五脏六腑，好、哦，五脏六腑都要加起来都十二个，好、哦，这个是管这个五脏六腑的。那么再来就是迄、那个腰神经丛有五对，啊腰哈专门伫咧管这个。这个腰酸啦，啊，甲腰肌的部分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伫这个扩大，安尼都有到脚，扩大都有到脚落去，吼、哦，这种是属于这个腰神经丛甲腱骨神经丛在咧管的，啊，特别吼、哦，特别是啥呢？这个腱骨神经吼、哦，特别是管一款迄个生殖系统，吼、哦，生殖系统就是包括卵巢、子宫啦，吼、哦。哦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男性生殖这方面的啦，这方面的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膀胱啦，吼、
啊，个职场大堂，吼、哦、大小堂，吼、哦，这拢总是伫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诶建筑神经伫咧管的着着，吼、哦，啊那是迄、那个胃神经吼，迄、哦那个胃神经有无吼？无水啦，有诶吼，啊你行到巴肚顿着无水，那么顿着无水了吼，就塞尿失禁，吼、哦，会塞尿失禁，迄就是吼，伊诶迄条胃神经吼，胃神经咧管迄条。迄直肠啊，啊膀胱吼，迄、哦、种相关的了。所以，即个后壁即三十一对的神经吼，三十一对的神经，全部拢总是即条督脉在咧管的，即条督脉，吼、哦、啊，即条就是咱即卖即条就是所有的阳经的迄个主干线，啊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啊，咱即卖吼，我即卖甲你讲的即吼，恁若有记起，恁若摆恁的背头，恁的背头要安怎治治？好、哦，不晓得按哪地方。假设讲，这是手麻，假设讲手麻的时候，你一定在爱，哈、哦，也地方重点一定在，你一定手都在控制下。好、哦，你假设你个手掌嘛，哈、哦，你个掌底下你手在控制下，安尼，好、哦，你那变成讲长生学来，什么学拢感官的对了，感官就独立的对哈，你手一定控制下。啊，你那像这像大椎这穴位。也专门下列对不？下列，啊下列不能下列呢？好、哦，下列你得按一个键子，按一个键子，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来施工，虚性的啦，吼、哦，然后身体体温不高，啊惊寒，啊你用个掌啊囥个遮，好、哦，这是我咧讲这一小部分啦，吼、哦，啊个一部分手就囥个头壳啦，好、哦，啊，因为我咧跟你讲这是咱用个徒手治疗。哦，徒手治疗，啊，徒手治疗就是用我们的生物能量来给梳理，啊，这个方法，生物能量梳理哈，啊，你即摆呐，迄、那个大椎突然就逃到，哦，逃到就专门咧治细病呐，专门咧治肺脏的问题，气管肺脏，哦，假设讲少啦，哦，少啦，高痰啦，哦，胸即胸啊白白啦，哦，即种就是。即、这个头道专门治这种病，啊，你着手，吼、哦，我来赶快，看是放伫遮，放伫遮，哈、啊，安尼吼，还是要用个键子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我即摆是先甲你讲即、这个它的穴位的功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孙柱心跳，吼、哦，孙柱专门治心脏问题，吼、哦，心脏病的问题，啊，佮即个孙柱，吼、哦，伊有一部好处就是治疗啥。这个小尾巴边，好、哦，这个心跳，这个穴位就是专门治那个小儿白癜。这个囡仔巴边哈，囡仔巴边这个心跳哈，迄、哦、日本人咧治疗最简单的呢，日本人咧治疗囡仔吼，啊这衫吼穿起来吼，啊用个两支迄款许，啊那枪啊呢吼，拿一款的刷子，一款的枪啊。啊，比个枪啊较定心啦，安那啊只敲敲嘞，安尼吼，吼安尼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伊这足简单嘞，这心跳这个所在足简单，这比囡仔迄款迄个改变，啊，佮假设讲囡仔吼啦惊着，囡仔惊着吼发烧啦吼，吼、哦、发烧啦，啊，都按这个大椎只改跳一跳，用个针啊吼，改压压嘞，吼、哦、大椎个压压嘞，个心跳个压压嘞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运动者吼，相关者个压压的，吼、哦，啊那碰风，啊腹肚这个迄润脉吼，我打电话我跟你讲着，按润脉吼，大概压压的，吼、哦，啊压压的吼，啊合谷个压压的，吼、哦，我给你写嘞，给写嘞，太急。即我跟你讲，恁来做先生嘛，哎，做先生讲啊。
这较重要，规个社会吼，这个普通就是安尼啦吼。你若受惊，受惊以后啦吼，啊，你若无受惊，你若无受惊啦吼，其实受惊也是一个方法啦吼。啊，佮咱这个方法，咱伫迄个尊教大神内底，就是后壁有一批专门咧讲治因啊，安怎治疗的对吼。啊，这科吼，这科拢一定，像阮考尊教，中试考试考尊教，这科嘛是拢叫考对啊。哦，这个印堂在遮，印堂遮。哎，但是囡仔你要注意，咱遮遮只搞一条筋哦，一条血筋哦，吼，一条血筋，正中一条血筋哦，啊，你着较小较较偏边啊，无你着去夹着，迄条血筋着去夹破去哦，袂使。哦，这印堂。啊，中脘穴吼，中脘穴就是伫迄个胃窟啊，甲肚脐中，吼，胃窟啊，甲肚脐中，或者中脘穴，吼。这个中脘，啊，个来百会你知影嘛吼？百会，个来大椎，拄只我咧讲大椎吼，个来心跳，吼、哦，心跳，你个看这图你就知吼、哦，心跳。啊，合谷就是这个喉口，哦，合谷吼、哦。啊，特别说囡仔若是有惊着，吼、哦，这个声门就是伫这角个只，只有一个，有只弯，很稳固。那咱就手这手腕叫一个很稳嘛，啊很稳，叫三个穴道嘛，这中吼、哦、中这个穴道吼、哦，这个中这个穴道是大梁，好、哦、啊这边太阴啊这边，好、哦，这三个穴道，好、哦、安尼看，这上边啊这边这夹个这吼，这是孙文，啊中或者、哦、大梁，好、哦。啊，这边的迄面手面，只有一搭太阳。啊，这太阳吼、哦，这专门咧治疗气病、少气功发凉。哦，啊，大梁，这大梁穴专门咧下心会。哦，这条面哦，这心包络了，这专门下心会。哦，这。这条大梁和心包经，好、哦、啊，孙门这条这边的心经啊，啊，这太阴这里气经，好、哦，安尼这三条经脉哈、哦，这三条经脉合起来哈，哦，这锁三阴，好、哦，这三条经脉合起来就锁三阴的了，啊，这锁三阴哈、哦，啊，我咧讲的就讲孙门穴哈，那囡仔来惊着啦哈。吼、哦，囡仔惊着，你着去打这个孙门家。吼、哦，孙门啊，郭萨吼，郭萨讲我做一份。吼、哦，郭萨拢一份跳针。吼、哦，跳针，按个压，你着去给抹一下迄个万金油。吼、哦，好漂亮万金油，给抹嘞。吼、哦，啊囡仔吼，头前头下啥，你着给安尼个给抓抓嘞，给抓抓嘞。吼。啊，落来伊若是碰风吼，碰风你着手吼，手按这手巴肚甲伊按个翕一下，甲翕一下就对。啊，翕一下，这种拢囡仔啊，囡仔惊面咧，安尼翻起起来吼，啊，特别你只较安神，只要按头上只吼，这个额头这个所在会安神的作用，啊，安神吼，按只个落落来吼，啊，伊囡仔吼伊会较定静落去就对。自然的啦，这足紧的了，自然的较定静落去。哦，而且这就是，督脉哈，督脉咧行的路线哈、哦，就是安尼一条，哈、哦、啊，特别是迄个四条路线啊，任脉哈，好，我发今日哈，这。三条面要跟你讲了，爱两点外钟啦，啊，才讲了，好，啊，我看今仔日先讲这后边这个督脉就好，好、哦，讲这个督脉就时间要用要点外钟去啊，好，啊后礼拜吼，后礼拜我再来跟你讲这两条经脉，吼、哦，讲这两条经脉安尼，啊，讲这两条经脉，啊，就是讲最后吼，最后。对，一个重点给你提示哈，这重点提示就是讲，咱将来哈，可能练到三步功的时阵啊哈，
两个三不讲的时阵，就是讲以这个下腹部为基准，吼、哦，以这个下腹部吼、哦，包公呢，包公这个所在吼为基准的对。这个所在就是讲，要让人能量一直往这里冲，吼、哦，在这下腹部下吼，让人能量吸收宇宙能量，在这个所在让人积聚，按、啊、能量吼、哦，这个积聚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吼、哦，在这个脊索跛足之间。它就随着经络来放射，好、哦，这意思就是安尼，好、哦，啊，再来就是底下的能量的修炼方法，哈、哦，能量的修炼方法，一家哈也当按下起来，这两边哈、哦，有一个方法的，好恁，啊，恁这个链的中间，这两边这能量按下起来，啊，起来到这，啊，一边这个督脉按下多来，底下上下。啊，上接了后会安怎样呢？因为这个督脉吼，气压才起来，督脉才起来，跟它上接安怎样呢？这头壳会翻滚，吼、哦，像电波啊啦，像电波啊吼，你即摆吼，你较早电波啊转落去对无吼？啊，你开关开落去了吼，啊电安怎起来上接，啊上接了后，这个电波啊，这个头壳当作电波啊啦，啊电波啊就翻滚起来，吼、哦、安尼。啊你現在！你即马这个人吼、哦，人那个动作讲亲像吼，亲像一个白底里啦，像白底里。啊，白底里吼，爱白底里本身啦吼，伊爱有迄个电瓶水啊，吼、哦、对吧？电瓶水，啊，这电瓶水就是亲像你来这身体的能量，电瓶水就是能量。啊，电瓶水要可以有发电，得爱有两条正负线对不？啊、哦，正负线这边就是负线，这边后边就是正线，好、哦。就是这用线、阴线安尼啊，啊！你即马这个正负线来，伫这个家上高落去以后吼，啊，伊就会翻滚起来，吼、哦！你若迄个电瓶内底线你接无好，啊，电那就翻滚起来，啊，翻滚起来就有能量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这有能量的时阵吼、哦，咱将来咱讲看病，吼、哦，看病，安尼，啊，看病了后才治病哦，吼、哦。这程序就是先看病，啊，再治病。啊，较早的时阵是看病就有效果，看病了后啊再治病，啊，干那看，吼、哦，干那看，啊看的时阵，伊迄个病就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化。啊，看安怎看呢？看就是伫你即马这个按只起来，这个阴只阳阴阳线按只起来，它只交合，啊，这只弦关这个只按只放下出去，按只。加放下出去，就亲像迄个矿工吼，矿工在采矿的时阵，加有挂一条电话有无？吼、哦，加挂一条电话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这个家吼，加个玄关这个家吼，加条放光，加放光。啊，你放光吼，这种是无形的光吼、哦，用你个目睭看袂到啦。咱人吼，这叫做幻眼，吼、哦、幻眼。啊，唔是哦，这肉眼不是慧眼的，吼、哦、慧眼的话吼、哦，就有法度能看得到。哦，生命之光你就看得到啊，安尼，啊，这用过这个光吼、哦，咱本来就是，咱本来人的光啦吼、哦，咱这普通一般的光，咱若无修炼是散光，啊，咱若有修炼吼，吼、哦，咱你无修炼是散光啊，没有办法集中啊，啊，你有修炼的时阵吼、哦，你得去把那个散光吼、哦、集中起来了，变成束光。哦、啊，束光吼、哦，这种光吼、哦，吼、哦、拿镭射光呢，拿镭射光来就着，伊一下放射出去，你随个意啦，随个意吼，你修炼到有够的时吼、哦，你伫这个下腹部吼、哦、丹田的时，伊能量聚集，马上吼、哦，马上就起来，马上起来了，按这个家吼、哦，就也投射出去啊，吼、哦，目睭你看到多，就投射到那个地方，对，安尼就着，啊你安尼吼，迄就是一部分靠一部分的感应方法。哦，反正讲啦，假设讲有一个人，有一个水槽囡仔，啊，你即马在那个看哦，哎、啊，这水槽囡仔绝对会歹势，哦，伊面有可能红起来，啊，伊问我你是安怎在那个看，哦，啊安尼啊，啊你即马这个不管什么原因，你那个看啊什么，伊吼，伊自然吼接触的话，它就是一种电流的感应啊，哦，心电的感应，电流的感应啊，啊其实这个按弦关的时候就放射一种能量出去啊。啊，一种能量出去，以直接大脑意识，直接大脑意识，直接牵着神经大脑意识，它马上接受到那个频率啊，哦，接着精神线的
啊，你放下嘛是精神性的，精神与精神它就产生感应。好，啊，你这个方法就是这个 DB 的方法就对了。好 ，DB 的方法。好，啊，咱这是这安尼就是在看病，好看病。啊，看病哈，顺便投射一种光束出去，啊，光束就马上产生感应。好，这是一项，搁第二项哈，以能量得透过你的手掌，好，能量透过顺着经络透过手掌，啊，手掌的时候，因为你本身哈，生物电管，伊的这个神经以电位管，啊管哈，伊就到手掌来，啊手掌有些你手个滴滴的哈。以电的放射出去，啊，电放射出去，它就能够产生感应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个原理哈，那个原理就是安尼来的了。啊，今天我先甲各位介绍这个督脉啦，哈、哦，先督脉，而且督脉哈，督脉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哈、哦。啊，较慢哈，这个甲各位阿礼拜，这个讲这两项，好、哦，讲这两项。啊，恁这个这个一步公安做了，有啥问题无？伫涌动啦、戒指装啦，吼，做了有啥问题无？啊，应该我看是大概是无啥问题啦。吼，啊，本来是想讲，今仔日我搁再讲一讲迄个吐纳法，吼、哦，就是反正管法啦，吼、哦。按不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！恁上暗头外部转去会使，六点。啊，不紧啦啊！好，好啊！我即要进来呢吼，去甲各位讲吐纳法吼，吐纳法啊，搁再吐纳法吼，搁再甲恁讲两项，搁今日加增加三项出来，吼、哦，增加三项。伊在咱这点讲的时阵吼，就是持续不断的啦，持续不断的吼。啊，进前迄是基本功，基本功法吼。啊，今日我著甲恁讲到遮，我注意吼，是伊管这个正骨两脉吼，我管这个气吼，来叫老师来教你看看，吼，来叫老师看看来做。啊，叫老师来看看的时阵吼，啊，人心情会较好，吼，啊，人较袂一劳较袂动工，吼，即脑气到，啊，人一劳一时呐，心情衰了就是脑气不足。啊，就是那种情绪的。啊，有时吼，有时人会抑郁的，会健忘的，迄就是都安尼个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咧练这种方法是，一部分是咱吼消心气的方法。吼、哦，咱讲啊方法，咱境界较悬，就是咱消心气的方法。所以讲这个方法吼，就只顾未来，什么许心想事成啊，什么款的吼，原来是基本一项拢爱做。吼、哦。啊，人一世人，人半世人爱也得爱出修炼，哦，前世，伊是来个前半生啊，前半生等于已经过去啊，但是后半生是来做修炼，啊，做修炼，啊，修炼吼一部分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咱人连线的提升，啊，一部分会当替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一部分会当后摆啊，他们再来这个轮回，会当脱离轮回，啊，这是咱关键，啊，咱关键吼。啊，今个先来讲吐纳吼，这个吐纳吼，上提升不足吼，我来讲来咧。啊，脚吼，啊，这个已经啊吼，挂全部呐，大概会知。吼，啊，你先吼不足的时吼，就是先按呢，吼按呢，啊，去压起。吼，这主线吼，主线按住，啊，去压起。啊，这个人拿机器人对吧？吼。啊，唔通弯了驼背哦，袂使吼，就是一定爱安尼，吼、哦，即摆先保持住吼，安尼，啊，即摆呐，安尼就是呼吸哦，吼，咱爸爸要压落去啊，就是拿呼吸，爸爸压落去就是呼吸啊，吼，啊，呼吸也是吼，咧吐吼，就爱吸个热水吼，拿咧吐热水呐，就个点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即摆恁体会一下，吼、哦，就释放，啊，吼，释放呼吸。好，啊拿口，别的，拿口别的阿门，阿门最别的在叫，在叫，在叫，啊通话个指南，哦，压个速度，哦，这是阿吐吐气，阿压个吸气，哦，阿吐气嘛，用个水，完了，什么口令的，哦，什么口令，
你若吸气很健康，啊吐气吼，吐气你来感觉讲安那，感觉讲吐气较长，吼感觉吐气较长，啊吸气的时候感觉较短，啊其实吼，其实吐气甲吸气，伊的空气入来吼，甲出去，伊的吼比例拢同啊，吼伊容量拢同侪，无讲吼，无讲你吐出去的较侪啊，吸入来较少啊，就安尼，因为你吸入来大干。啊，本就较细间较长啦，吼、哦，吼安尼，啊，再来就是，伫迄个吐气吼，伫迄个吐气的中间吼，你着爱算算算拢总吼，一呼一吸吼，吼安尼或者一吸，啊，你着做二五遍，啊做二五遍，啊做二五遍，啊能计算方法呢，就是讲，伫吐气的中间吼，你即摆算吼，吼莫数啦吼，你算的话就算，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好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，安尼吼，以最后你的数来算，安尼吼，这个就关键，好，这个就关键，啊，无对啦，无最后你的数，就关键的一点嘛，好，啊，吐气就是，你即摆咧吐气吼，是腹肚点内，好，提肛缩小，好，腹肚点内个，点内个。啊，起来，等规个人放松了。吼，因为这个吸气啦，吼，吸气就是，你若无松吼，气数袂够。吼，啊，你吐气的时吼，把它咧吐中间吼，你就一定去达到消腹的气，叫做出来，叫做出来。吼，叫做出来，叫做出来。吼，啊，吸起来。吼，吼安尼，啊，你即摆吼，即摆行到去。是的，什么？啊，那个卡嘛，啊，那卡一点啊，还卡点，卡点哈。先速吧。啊，这边你那是哈，你那是坐好了哈，坐好就上架了，坐上架了哈。好，来开始，好，赶紧开始做，熟悉开始做，啊，我赶紧，我赶紧做嘛哈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阿妈滚，阿妈滚，阿妈滚，哎，出事了！去慢慢缩干。
做你有面包吼，这样吃的吼。吃的吼，其他的哦，吼，啊，笋原来四片哦，啊，一两块四块就下得当了。老位，这个桥吼，桥就是荞麦，吼麦啦吼，吼麦果麦荞麦，啊，这个咱七经八脉里边吼，就是阴荞麦和阳荞麦，啊，这个阴荞荞就是像下边啦，吼脚跟啦，脚跟，啊，脚跟的内侧吼就是叫做阴荞，啊，外侧吼外侧就是阳荞，啊，这个这两条阴荞麦和阳荞麦吼。伊小麦也，伊就是也卖去吼，就是按家吼，按家开始，吼按家开始起来。啊，这洋小麦吼，就是按家开始起来对。啊，这后甜啦吼，你这个照着这个后甜吼，吼我头先讲过，咱人后下筋，吼这后甜起来就是后下筋对无吼？这个后下筋吼，后下筋套这个后下筋，啊这后下筋吼，后下筋来套这个。这个臀部，这个坐骨上面，这个这样，啊，再来就靠近这两条腰筋，啊，两条腰筋起来吼，靠近你的阿公筋啊，啊，阿公筋起来，靠近后腹这里吼，这个叫操这样，哦，啊，这么就是讲，照着你这个导引的方法，哦，照着这荞麦的导引方法，啊，好了，这精气，这个推出来，你讲我们这个督脉吼，督脉是这个。迄个气调，你循环的方向吼，互你起来，关下到这头壳，来诱导起来就对了，吼，来这个导引吼，来导引带起来，甲带起来对。啊，你若无照这个按桥方法吼，你就带起来，吼，啊，要带起来个，我呐有办法，但是我甲你讲一种方法，就是上紧的方法对啦，就是较早这个先加修炼的方法方法对啦。先加修炼方法，安尼，啊，你即摆就是讲，咱就从较早古早先加修炼成仙的迄套方法，啊，来教咱即摆现代人，啊，好，大家上简单的方法，去修上效果方法就对啦，哦，啊，咱拄则咱即摆现在就安尼，吼，啊，其实这种真简单啦，即有时阵吼，迄方法就三字，有诶吼，着去千里万里去拜师，去求考法，吼，啊，即有足简单的方法咧。啊，这个按桥吼，就是吼，即摆先开始吼，先这个脚先安压起来，啊安尼，吼，啊你即摆唔当伤，唔当压伤紧是袂，多想点，吼多想点，特别小再顺再一个吼，头一个这个后边啊打落去，吼打落去，啊去压起来，啊你但是你即摆这个打落去吼，佮压起来拢靠对个来，靠这个下腹部来。好，过小腹来，啊，小腹下腹部来吼，你呐下腹部下沉，
有力有在吼，你就活动吼，这是项。搁第二项吼，你这个脚打落去吼，打落去身就是安尼下去，吼，脚尖打落去啊，后脚跟抬起来，吼，抬起来。啊，你后脚跟抬起来吼，你就配合脚身稍微提高一下，脚身稍微点起来，吼，啊，放落去就免，啊，放落去免。哦，啊，打落去的时候，你这个脚掌稍微裂开，啊，放落两边。啊，你即摆这个下摆若要做这个方法吼，你着看是上好是蹲下脚。哦，咱即摆是直接袂紧啦，当初若要做吼，蹲下脚徛起来站，无你穿鞋仔吼，就无变啦吼，袂用徛啦，放下徛吼。好，安尼。啊，搁一点就是讲，你伫咧做这个按脚打稳的时候吼，啊，随来打。因为这个方法就是要给你诱导你那个气脉打开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和你这个主脉加起来，啊，督脉加起来，啊，你加上这头壳加，迄、那个电会上到上背，吼、哦，上到上背。啊，即摆过来就是呼吸吼、哦，四肺，把迄个后脚跟抬起来呼吸，吼、哦，啊这个后脚跟吼。着地的时阵吼，安尼脚即个枕头举起来的时阵，就是吸气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来试看嘛吼，安吐气。你即摆呐，因为你头前脚即个脚尖打落去吼，你若去吸气袂使，吸气就是安尼吼，小崩，吼、哦，你着脚尖打落去后边举起来的时阵，提肛，啊去点吐气，吼、哦，甲咱头拄仔咱咧吐纳方法同款哩，吐纳的时阵吼。你咧吐纳，你咧吐气的时阵吼，就是这个脚掌稍微就是捏大对无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即摆同款，你即摆即个后底捏起来的时阵吼，就稍微咧吐气的，咧吐气。啊，你吐气吼，你即腹肚你唔免捏了，反正哦，唔免捏了，吼。啊，你脚后脚筋放落去的时吼，即个脚尖捏起来的时吼，就吸气。吼，啊吸气的时阵吼，即个后壁即个肝吼，无注意吼，你就放了松。啊，放了松，安尼起起来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方法就是训练你这个下腹部骨力啦。啊，你这个包风这个时候，下腹部骨力吼，你这个气哦，才关起来，才卡，吼，这是行。搁第二行吼，你这脚筋吼，这个肌腱脚筋吼，下摆你紧要，吼，这个后脚筋啊，你进入迄个韧力，你爬山也会体会啦，吼，爬山会体会啊。迄、那个脚筋的肌肉带，啊，佮只腰吼也袂伤力，吼，啊，你做动作时阵，块腰啊较袂酸，吼，较袂酸，啊，只颔仔筋吼，即个只吼，只骨头头，吼，你马上就感觉，你若安做吼，做马上头头就感觉，头头有震动，有震动，迄只是精气会灌，对，吼，来，啊，即摆吼，安尼做吼，爱做一摆是安尼算。你头前一个，后壁一个，安尼吼，安两个啊，吼、哦，啊你毋捌做人吼，脚酸，毋捌做脚酸，啊你定咧做你就袂啊，吼、哦，啊你做了吼，你人感觉足爽快，吼、哦，做啊你若人本身人身体虚的人吼、哦，做了你人感觉感觉蛮大，吼、哦，啊你若身体硬吼，你做愈爽快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来，即摆来开始吼、哦，你该去算啦吼，该算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你带什么肾？对对对，嘴巴闭起来，好、哦，你带什么？好、哦，啊你若操作较袂在的时吼，幅度没那大，哦，脚面徛大，哦，较瘦，较脚吼要徛较瘦就好，哦，啊你若出量幅度较在吼，加这个后边加较短的，哦，较袂不好徛吼。这个脚举起来，吼、哦，举个靠背，兼提肛，吼、哦，随肛了，用提肛竖背，吼、
把烟雾下下来哦，下来下来，安尼工作，哦，一下出来下来工作安尼，工作吼，这比如讲，因为这种即咱即种练功方法哦，练功方法就是讲先做做恶，东西行不拢计，可能随意你去调整。好、哦，你是啊，你是啊，跟人咧沟通，你咪安怎做啊？好、哦，就是讲看个人的，看功力问题啦。个人功力问题有时候就是一心可以多用，好、哦，一心多用，啊咧各位，啊咧啊当这个员工，好、哦，啊这个这个就是讲这个，咱这个就是随意式的变化，随意式的变化就是讲，这个见相归相，哦，以有相观无相，哦，这个目睭吼就是讲，目睭在咧看哪，我都看，哦，对镜无心，哦，对镜无心，啊，你看，你转身一移，当然就做些练功，安，哦，对镜无心，啊，你讲虽然讲在电视，哦，在咧看电视，但是电视在做啥，我都唔知影，我都唔在咧看，唔知影，我咧记安尼个地方，哦，啊，你这个心都当只在咧练功安尼。这就是普通的功夫，哦，普通的功夫。啊，对称无心，啊，你唔使讲，我比如什么人行，遐对我拢对准，这就是安尼。安尼吼，啊，就是讲，这个六心通一，啊，再来记讲这个创成的点功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你就迄落，吼，按照导演吼，你班长都管安尼，这边敢落着，对啊，吼，好，啊，再来就是管迄个涌动吼。即用功咱不能做，安尼用功对无吼？安尼用功，啊，但是即种用功的功，即种用功的话，就是原来是迄、那个咱的大用功的即种叫辅助功法。啊，辅助功法，但是咱即种用功，它偏重于捏掌按摩，哦，偏重于捏掌按摩。啊，所谓捏掌按摩吼，你按摩的对啦吼，按摩的对，就是叫横膈膜以下，横膈膜以下。啊！你横膈膜吼，以上就是心肺，直接横膈膜以上就是心肺，心脏底下，啊，再来就是肺部，啊，肺部有五条，肺脏吼，五叶的五条吼，啊，这当然是甲第一条啊，五通从五条，啊，但是这肺部部分你要敲叮当，无可能，吼，就是直接以下吼，直接肝，啊，甲脾，肝就是直接，吼，啊，脾直接，啊，再来用胃，吼。啊，再来就是这个，这边小肠，这边大肠，吼，啊，大肠吼，迄落，小肠过来就是十二指肠过来大肠，吼，啊，大肠这个出来膀胱，啊，这个后头也才是膜肠，右边也才是膜肠，吼，啊，这个两边扎，两边两扎，吼，啊，伫迄个膀胱，迄落。也是迄个子宫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你这个，拄则我咧讲讲七骨下，吼、哦，查甫七骨下咧耻骨吼，耻骨也是迄个射物线，吼、哦，查甫射物线，安尼，啊，射物线吼，有查甫甲一个女的来，射物线那么肥大，啊，你若有咧练这个方法吼，射物线较无肥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较运动派会少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你这个搁再来就是讲，你这个吐纳气吼。哦咱就是做这个按桥导引的时候，这个后边扭起来，这个脚掌扭起来，吼，这个会阴，这个筋吼，会拢会松紧，吼，松紧，啊，松紧的时候，吼，对男性的话，吼，也反这个受限的帮助，吼，安尼，啊，再来对迄个女性，吼。那这个就是这上边做啦吼，就是真奥妙代志对。查甫就是一个射物腺癌，吼，啊，查某就是一个子宫颈癌，吼，这是拢上边做推广比例的对。啊，这款人吼，这款人你来就像运动方法，就像运动方法，啊，这运动的时候，这个肛门吼一提一松一放吼，这款就是伫迄款迄个子宫颈啊，它射物腺迄个所在。右肩绑起，右肩绑起，安尼，吼，安尼运动对啦。啊，这个运动吼，你古早吼，古早是练功夫的吼，讲有叫做膝盖、膝门，迄个膝盖、膝门练袂了的，就是伫这个所在，
念袂了，伊个会议迄个所在念袂了。吼，啊，咱即马即个方法就是吼，就是自古以来吼，就是不传之秘。哎，啊，咧即个就是用五感，啊，再配合导引，安尼吼，一松一紧一放，安尼吼，才有法度来讲，伫迄个个子宫前啊，较长迄款迄个射物线底下，法度来右前方子，右前方子，哎，这个肿瘤，这个肿大，迄关键是安尼。所以连即个吼，甲恁讲话，会使讲千金难买，啊，真正千金难买着。啊，恁安尼去练，安尼去练，啊，就自然吼，恁身体用。哦，啊个就是迄气甲伊导引出来，来发这运动，哦，嘿，啊个来即个运动吼，即运动咱即摆即运动，从辅助运动就是脚吼较开，好较开。辅助运动吼，咱即摆咱即是安尼，哦，咱普通咱即运动，甲咱很重要就是前屈后推，哦，我咱即运动吼，咱运动就是前屈啊个后推安尼。哦，这重点就是一样，前期就是这两个他握成弧形，啊后推就是往他安尼塞个掉，卡成弧阿边，啊你若要爆气不躲气，就是安尼卡成弧阿边，就这样爆气，啊爆气爆了到下来就是卡啊前推啊，哦对不？膝盖前推啊，哦安尼这样起来对不？哈、哦，但是咱即款这种运动方法哈、哦，就是较简略。这提升吼，就是由小而大，吼由小而大。啊，不过这重点就是爱好的按摩这内脏，吼按摩内脏。咱提升上开始就是安尼，吼，啊，帮你能。对，啊，这就是这个软骨啊，这软骨，吼，这软骨，这软骨吼就是直接腹肚吼，横膈膜以下，横膈膜以下，啊，到这个丹田，到这个吼，这个。这个这个所在吼，就是按按摩恁暖，恁暖过就对。吼，这搓搓嘛，小小的，搓搓小小的，吼，搓搓小小的，搓搓小小的，吼，啊小小的吼，啊对了，啊小小的，吼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吼，卡住啊，吼，卡住啊，卡住啊是吼，你若卡住啊，你这脚吼，前期也存在就是爱。前期去对无吼，起来，即个腹肚来吊起吼，吼腹肚，吼腹肚吊起来，吼啊后壁尻川弯后壁个时，佮放落去个时，即只放落去，吼，即意思就是，你迄个即个内脏吼吊起来放落去，吊起来放落去，吼，即个下腹部吼吊起来佮放落去，吊起来放落去，啊但是吊起来放落去吼是有安尼吼，有安尼伫咧变哦。有安尼变嘛？吼、哦，唔是讲起来倒了，起来倒，唔是安尼啦。即有安尼变，吼、哦，即安变的话，你安个看，吼、哦，你就感觉腹肚会暖，吼、哦，你就感觉你家己体会看嘛，感觉会暖。好、哦，啊，即运动吼，像就啥呢？吼、哦，像躺在树啦，吼、哦，你个全部躺在树安尼。哎，哦，安尼喏，啊，即摆较大个来吼，即幅度较大了，即幅度较大了，哦，你这个后壁后背，后背哩，尻川啊，甲骨后壁背，哦，后背，啊，后背吼，即摆来大来个，发较瘦。慢慢来，叫他修。好，慢慢来，叫他修。
这两骨吼，
即两块运动的时阵吼，诶、即、这个白眼吼，一百人都计运动着，好运动着。啊，运动吼，运动就是配合着你即个头脑对迄个导引吼，即肌肉起来个吼。啊，即马搁再来，搁再来配合即、这个治疗，来治疗就即个即、这个督脉吼，即、这个气就随着个脑，吼随着个脑着，安尼。啊，即、这个发管在遮，发管在气遮。啊，你即、这个，所以讲你练功吼。你练功就是讲，你伫即个下丹田，下丹田就是咱生命之源，生命本源。啊，下丹田伫遮吼，那个练那个气吼，生物能量，生物能量吼，伊电源会起来，吼起来啊起来，它就它个能量，肝脑后面顶。即咱最终就是安尼个，肝脑后面顶，啊脑后面顶吼，或者头脑清明，吼脑皮把头脑清明，啊，搁再来讲后续康复吼，那个就是。有迄个方法就对啦，或许就是最后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即摆就安尼，啊，颤抖功吼，颤抖功咱就先读过安尼嘛吼，啊，颤抖功唔免做，啊，即摆小休后摆吼，今日你都这三项嘛吼，但是咱后礼拜不做的时吼，咱就是按健身装开始做，做到迄个大型运动刷，吼，来休息一下，开始做吐纳，啊，开始做这个。即、这个按强导引，啊，甲即个捏伤按摩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最后咱再收缩个时阵，再做一番颤抖功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小小有无只，好可以较不喘，啊，再来做健身操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款人无好，看来做。